这个就是板的，这一步切过来就是板的后手在这边，这边七热骨，七热骨，啊，所以这个掌是这样子过，这样子过来的，然后绕，从这边下面手是这样子，手这样子抱着，下来的时候手是掌心，两个掌心都朝上抱着。起来的时候一起起来，这样起来，送好，身体要往前。